北哥，既然你来找我，我请你吃一家30年老店。既然你给我找这么好的店，好酒必须给你安排上啊。对长春，这没喝过呀。这可是70年的国营老酒厂酿的，人家酿酒的菌种都跟茅台一样。你怎么说的跟打广告似的呢？打个广告，你喝就完了。几个人？这5个吧。来，上里边这个小桌来。不是，你家都啥特色呀？手撕肉炖豆腐了，鳕鱼了，反正都行。都行是吧？你家干多少年了？16年了。啊，鳕鱼那特色，这小味儿挺香啊！旁边小伙伴们，这是碗还是盆呢？哎，就这玩意儿，尖椒干豆腐。对，这盘子真大呀！啊，这盘子啊，东北菜码，尖椒干豆腐16，多少饼？10块钱啊？对，用的大搪瓷盘子上来的。哎呀，这一盘多少钱来着？44。这一大盘子，我没想到他家菜码这么大呀！关键是，哎，又吃菜码这么大，咱俩要俩菜就够了。这一盘干豆腐能选2盘，我看这俩大小好，那绝对能啊！这么长时间没见面，好好喝点吧，喝点。闻到酒味了吗？闻着真香，是不是？少啄一口。老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喝酒就喜欢喝这个老酒厂出的酒，喝着得劲儿，喝完嘴里啊还一股粮食的香味儿，口感不错。来吃菜吃菜，现在干啥？还看矿呢？嗯呐，还家里边小产业，有点小矿，有啥好事儿？你想想那北哥，哎呀，这鱼好吃，这个鳕鱼他家特色啊，我每次来必点他家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第一口我尝就不错。晒韭菜，你再尝这个干豆腐，这我吃了，这我真肉头啊，行不行？嗯，这干豆腐给你炒的，哎，那一股老汤味儿，高档辣椒油，这一拌更香了，我就爱这么吃，你看这家老香了，哎呀。嗯，哎，黑哥，你尝尝溜肉段，细酥细酥的，你尝尝。这溜肉段虎皮纹做出来了，外酥里嫩，确实不错。嗯，这溜肉段做真不错啊。来，黑哥，来来一个，整个。哎呀，北哥，我好久没喝过这么绵柔的酒了，醇厚细腻，不辣也不冲，太舒服了，喝着。一看你就经常喝酒，一喝就喝出来了，真行。人服务员刚才说了，就这个饼必须配这个汤，他俩是绝配。哦、这里边还有肉呢，手撕肉嘛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你看这豆腐，哎呀，这肉肉丝还瘦肉丝呢。来点豆腐啊，来点汤。哎呀，这饼这么厚呢。哎呦呀，这饼，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这饼真不错啊，金黄色，多酥啊！我先来一块啊，好吃吗？嗯，外皮酥脆，里边软的，不止油盐的。哎，真得劲儿。花多少钱啊，兄弟？132。这么大桌菜132。132。这才够5-6个人吃了。嗯，那啥，剩下给我老丈人打包，行不行？咱吃不了，行不行？打吧，打吧，服务员，给我老丈人打包。